这样调酒好帅啊，搞得我也在网上买了一套专业的调酒工具，比如说各种各样冻冰块的模具。为什么会有大便？还有这种不倒杯，好可爱哦。哎哎，好有安全感。弹簧，为什么会有弹簧？哦，帮助快速摇匀的，有意思。你们看这个刀特别厉害，专门割冰的，好像我做的也有点那么回事了啊。哇，我刀断了。调酒师上岗，粉丝们有什么想喝的？这个感觉挺帅的，就做这个吧。调酒师都是要这样，都是要这样甩的。转一会儿冰杯。咦，这鹿长得那么好看，怎么那么阴间呢？加入糖浆、奶油、蓝蝴蝶，还要加生蛋白，这喝了不会拉稀吗？一块冰，一根弹簧，它们都是平的摇，就是这样，要 shake 20分钟。我感觉我麒麟臂都要出来了。然后加入苏打汽水，哦，沉淀一会儿就出来了。哎，精灵飞时就做好了，来一口。自己做的真。